若你安好，便是晴天。由张翰、许璐领衔主演的都市情感剧，该作品已经定档，将于3月17日播出。剧情讲述了由张翰饰演的霸总经理唐明轩，是个有野心、有魄力的典型工作狂；钻石级的单身汉，却遇到了不按常理出牌的设计师墨菲。由徐璐饰演的女主墨菲与霸道总裁男主在一场设计大赛相识相知，而两人每次相遇都充满了火花，两人明明心已动却口难开，几经波折与阴差阳错的姻缘，两人的感情却坚守如初心。从上海到苏州又到巴黎，处处留下两人的倾城时光，伴随着一系列逗趣的浪漫爱情故事。该剧将于3月17日播出，喜欢的观众千万不要错过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掌握更多的新剧资讯。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。